两广暴动你要管，如今边境外敌入侵你也要管。你醉了。我清醒得很。你有特权也就罢了，你现在还用特权先行调兵，你究竟有何居心？有何居心？如今有人说调兵要请示你萧王爷，究竟你是太子还是我是太子？去，快去把金疮药拿来。殿下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，你以后就明白了。还真是感激不尽。我只是不想让殿下沾染上太多的杀孽，引起陛下的猜忌。那不如王爷入住东宫吧。只要我一搂一捏，你就再也牵不了我一魂一魄了。只要为了你这么做值得吗？